大家好，我是整山下古海。今天天上下小雨，我也冒着雨带着大家来这里广东信宜珠沙镇这边看一个风水宝地，这个叫将军煞马。今天带大家来这里看看这里的风水和地理环境。好，大家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欣赏。首先我们看看这内明堂，看看前面那个马峰，也叫暗山，再看看这个朝山。暗台上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，我们看看这个风水宝地的外形，那么左右的护月煞。推到外面去看一下这个风水宝地的整体外形。这个风水宝地做成像虚天炫泉，水出害，本堂天板上面放虚水。我们继续推到外面去看一下，我们在外面往白虎这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青龙，我们重新飞回去看看这个血星怎么来龙。在后面往水星这边看一下，我们在后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。我们飞过水星到前面去看一下，我们重新再飞回去看看这个水星，
这就是这个风水宝地的基本情况。今天视频就分享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下走江煞。